一分钟学会各种钻头的用法。木头、木头、塑料、塑料，嗯，就这两个。嗯，这个是打木头、铁、塑料、铁。木头、塑料、铁。嗯，这个是打木头、塑料、铁。木头、塑料、水泥，能打铁吗？能，可以。铁、水泥。嗯。玻璃没有。玻璃应该有专门的玻璃那个。明白。嗯，行。就没了是吧？那哪个是最适合打的？这个就比如这个是最适合打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打木头。打木头就那个黑的。就用这个。那问题是我们一般都用这个打木头，对吧？可以。哦，那这个就一般都是打水泥，对吧？对。这一般打水泥，这一般打木头，那这一般都打什么呀？木头。啊，也是一般打木头。对，就是木头。那这俩哪个打木头更好一些啊？哪个打木头更好一些啊？无所谓，这个无所谓。OK， 很少人用你指那个黑的去专门打木头。哦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很少有。这个是可以打铁，这不能打铁，对吧？对，行行，记住，这也能打铁，但这打铁的话容易越打越大，对吧？因为那外面是宽的。是。OK。